好吧，完美测验，十五的月亮，结束了，完了，哎呦，再来一遍，为什么脑袋上搁一堆火龙果似的？意思啊，这个弄一堆火龙果，哪来的火龙果？然后这边啊。花魁，吟诗一首，大家想不想听？好，来一首。你是花魁，漂亮的花魁，你是花魁。你是卖花魁的吗？这是不孝的花魁。油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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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及时已到，下面有请宰相为我们点天灯鸡太平鼓，为民祈福，与民同乐。有请宰相。欢迎宰相。宰相。啊！出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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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啊！哇哇哇！宰相，有刺客，有刺客！他们三个非常专业，他们都把那绳子系好了，这还统一。哇！啊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宰相！哎呦喂！ 过来看看，哎呦，看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宰相都已经走了。哎呦，哎呦喂，怎么了？没气儿了，没气儿了。啊！我的衣服，这门要夹死我！让花魁进来啊！哎呦，徒儿，哎。 哎，有声儿。徒儿，哎，师傅，刚才你看见有很多人叽叽喳喳的往那边跑了吗？好像有人。上来玩啊！不要吓我师傅。来呀！哪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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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嘛哪呀哪呀哪呀！ 本捕头前两天办案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了骨头，怪不得你旁边那个叫捕快，你只能叫捕头，因为你真的不快。我要补一补我的头。刚才我跟我徒儿在附近玩耍，突然看，这不是我们的宰相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真宰相。对对，今天本来到点儿，他应该给我们放灯的。对。 我先介绍一下啊，本人呢是我们南国南城著名的西山门的龙捕头，啊，所长龙捕头好，久闻大名，久闻大名。这位呢是我的超捕快，对，江湖上都有你们的那个名号，是吧？啊啊，你们先让本捕头查看一下。 你能蹲下吗，捕头？现在你高慌了，都已经。捕头可以。宰相，你没有鼻息，而且嘴唇发黑。徒儿，来，把师傅重要的一个东西拿出来，再背。哦，本儿。拿不动，拿不了。好，各位听我说啊。好。宰相呢，已经没有了鼻息，但是呢，尔等切勿惊慌。然后呢，这件命案呢，就交给我跟我的徒儿，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呢，是华夏历三二八年2月17号上元节的晚上10点，我们在醉仙楼内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死者呢就是甄宰相，他跪倒在我们这个茶几前，嘴唇发黑，目前也没有了鼻息，死因不明，但是凶手就一定。 锁定在你们今天晚上参加上元节庆典的5人之中。你们各位分别是谁呀？给我介绍一下。何八斗。
和八斗。嗯，你是心，他是肝，我是胃，我是侍卫，大侍卫了。嗯，您呢？乔世子。乔世子。你乔世子，哎，乔，哎，这边是乔世子。他瘦了四斤呢，柿子。那这柿子，您是？是，我是张百万，我是这儿的老板。啊、哦，你看看一身大貂，东北老板。这就是我们南城赫赫有名的二花魁。二花魁。你是花魁，漂亮的花魁，摸尖子嘞，抢彩刀哎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下面去好好聊一聊。好，聊聊聊。好，那请各位再做一下详细的一个自我介绍，以及说一下跟我们死者的关系，好吧？先从百万，我叫张百万，我是这个南城第一楼醉仙楼的老板。我跟死者，他是我的顾客吧？顾客。那然后请我们的花魁说说吧。为什么眼神总是这么暧昧？真的是叫花魁，是女人跟女人之间的一种羡慕啊！来吧。我是一曲金丝作，一舞动京城，一顾倾人国，一笑百媚生的欧花魁。你是花魁，漂亮的花魁。我号称南国第一美人，然后我是醉仙楼的花魁，然后我跟这个宰相，哦，真宰相，那看出来了，我跟他并不熟。不熟到什么程度？今天是第一次见，我是昨天才第一次见到他的，因为他昨天来彩排嘛。宰相平时来我们这儿都点的是翠花，翠花，天天吃酸菜，他就不点我。宰相爱吃凉菜啊，来了都。就是你昨天。